小姐，嘿，能够有这一餐，真的是我修来的福气。你存了很久的钱，我知道，你真的好有心哦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嘛。你看看这个鸡，哇，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鸡了？因为吃鸡补鸡。可是我鸡肉的鸡，我知道，我正要跟你说，可是我现在正在练鸡肉，为什么我的是咖喱？咖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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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，你看，就是咖喱哇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一个隐色的谐音在里面。哦是哦，哇塞，这咖喱在这边是很有名吗？ 上选的鸡腿，哦，脂肪都去除了。你看它的饭好特别哦，西餐里面还加肉松耶。哎呀，一个勾扎的。哦，听说这家餐厅啊是非常非常时代久远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至少也三五十年以上了。1934年是民国二十几年的事了。对对对。哇！而且你看看这个肉，牛肉。是这样说的。你看看这牛肉，你看它弹性。小钟钟。等，等，等。你带我来。还没有吃，就感觉那个牛在草原奔驰的时候，那个牛腱的伸缩的感觉。嗯。是不是哦 ？Q Q 的，对不对？它的那个牛肉啊，它其实外面一层啊，它煎的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焦的，对。然后里面的肉很软嫩，而且你可以吃得到那牛肉的汁，这煎的很香哎。只有咬到牛肉的感觉，却没有牛筋的那种感觉，不用另外再加什么，就是调味料，对不对？就够了，就够了。我来吃吃看它这个有名的咖喱饭，这个通心面、通心粉，表示我们心灵相通的意思。心灵相通啊 ！I'm sorry， 我来帮你吹一吹的给你吃。哇，它的那个奶味很重哎。对，吃奶也是补补这个补蛋白质。蛋白质，来，您再吃一个来。等会儿，小钟钟，我们做下人的能够为你服务。吃这么多个，前世修来的。我怎么好意思饿到你？来，你吃吃看这个咖喱饭。大小姐，折煞我了。老爷子看着是怪我的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突然想吹笛子，为什么要吹笛子？仿佛置身在异度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就交杯酒了吗？那叫老爷知道还得了？需要讲一些煞风景的话。好的。酸酸甜甜，有恋爱的滋味呢。